39.99十包螺蛳粉和多少钱？螺蛳粉只要是就是我觉得吃过一次的肯定会想吃第二次第三次，但是刚开始吃可能不太习惯，好吃就爱这个味儿。圆圆会品牌很正，他们品牌给很多就是包括什么大品牌，他们家做代加工的多了去了，太多了。39.99多少包？十包啊。都拍完了吗？啊，里面就是这样的，就这样的圆圆会的原产地直发的广西正宗的柳州螺蛳粉啊，老香了。里边就是粉和料包呗，里边是一包干的螺蛳粉，干粉，一个酱料包，一个那个木耳包，一个醋包，一个腐竹花生包，一个酸笋包，一个酱料包，一二三，这个是四五六，六个料包，加一包粉，啊，39.99，十包粉一个。